用美食疗愈身心是许多现代人纾压的方式，不过市面上蛋糕、传统糕点还有人人爱的手摇饮选择百百种，如何选到吃得安心喝得也安心的食品，许多店家为了消费者的食安问题，从原料选择就得好好把关。一旦产品出现了问题，其实要挽回客人的信心就很难了。像我们的饮料里面其实就很简单，它就是只有水果、茶和鲜奶。我们对于牛奶的品质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我们在当初在选择牛奶的时候其实已经选择了市面上所有品牌的比较。看见台湾消费者及业者对食安及美味的讲究，鲜奶品牌多年来在品质、风味、牧场端严格检验把关，希望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鲜奶，远超过国家的标准，达到1039项以上的一个检验关卡，连续7年的获得 Month Selection 的金奖以及 ITI 的风味绝佳奖的肯定，这是让整个国产鲜乳的产业能够一起共好、一起成长。为了持续跟上国际脚步，也带着酪农不断出国进修，要让牛只有更舒适的环境与照护，才能拥有最健康美味的鲜奶。三新闻精选与陈虎。